哎，现在又打印什么材料呢？这个是 PET 的材料，因为客户他目前来说的话，他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打印的一个方案，现在用我们的机器来试一下。这种的话之前经常做的，因为它整个面是平面的，它不需要制板，也不需要套色，只需要把客户他的一个原图嘛，他把原图已经做好发给我了，然后我跟他测试一下。打好了，看一下效果。斧斧锁牢固，永久不脱落。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，评论区留言。